杰安拥有甜美长相及火辣身材，吸引大批粉丝喜爱，还被网友们封为呆萌系女神。近日，她与好友陈敬轩一起到菲律宾旅游，期间不忘更新社群与粉丝们分享旅途点滴。日前，她更新现实动态，透露在酒吧遇见一位韩国男生，对方前来搭讪，搭赞演员很可爱，并询问了联络方式。演员谎称自己是日本人，并拒绝提供联络方式。没想到对方仍不放弃，执意在纸巾上留下自己的 email， 表示自己十月会到日本，希望到时候演员能联络他。可见演员的魅力真不小啊！此外，演员和陈敬轩在当地一起过七夕，笑称情人节能吃吗？而且当地网络不好，因此两人很少用手机，尽情的享受了度假时光。you